你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我希望和你一起去赶海。赶海？有没有这个淘气表跌大潮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带着一些这个赶海的工具，就是小铲子啦，还有一些小桶啊，抓一些螃蟹，还有一些蛏子，还有这个蛤蜊啦这一些。有人赶过海吗？13号。 我赶过海，但刚才要起的非常早，或者是晚上，但是我抓的都是那种小螃蟹，不点儿不点儿的，不点儿的。哦，我没有什么赶海技巧，但是我非常喜欢，希望到时候你可以教我点这种赶海技巧，完了一起。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14号，我也赶过海，就是我就生活在海边嘛，然后我前几天还钓上来这么长的带鱼，新鲜的，就直接坐着吃了。这那条带鱼是吧？对，就像镜子一样，特别漂亮。 带鱼好吃，19号。男嘉宾你好，以前在舟山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我尝试过海钓。我那第一次海钓就钓了9条鱼，然后平时我也会经常刷一些那种赶海视频。我看那种盐撒到那个洞里面，那个蛏子会自己跑出来。对对对对对。我看着视频是非常解压的，那你自己亲自去赶海的时候，是不是更解压呢？对，很好玩的。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。